那你家以前生意量是蛮大的，可以走了。我后面居然一台车都没有。那为什么这边那么多车？对啊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出来？因为大家要离开嘛，只有我们是要前进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这学生为什么要上山？”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对，他们都是下山哎，只有我在上山。Why？ 什么意思？就导错了是不是？Why？没有啊，可能是有人去哪里，他们就走这条。我在想说，你说你有开，我就我有开啊，因为我总不能开远灯吧？不能开远灯啊。对啊，远灯很明显，但是，因为我刚刚在停车场，我有先看了一下我那个灯，是真的蛮小颗的，里面那个灯泡很小颗。可是你爸妈常开车出去，应该不会没注意到车子，因为这边还是有路灯啊，所以这种老车了，所以就不是那么清楚。就跟人老了一样，眼睛也不。但这灯是真的很亮，真的真的没问题。哦，雾气真有够重。那我就觉得很好笑，大家都要下山，结果我们上。对啊，是为什么啊？是我没有走错吗？应该没有。没有，我们是上山没有错啊。他们有说是在山上啊。而且就只剩六分钟哎。对啊，2.7公里不到。前方1公里处右转，进入洞顶路，朝市 High Junior High School 前进。在讲什么？新庸的 Junior High School 方向，还有英文。系统是日文，所以他才会跳日文，跳那个英文。哦，我睡觉。